开了有多少年了？我们开了20多年了。20多年了啊！几点到几点营业？早上。开到几点？开到晚上9点。啊，晚上九点啊！好，谢谢啊。他家生意好到要自己擦桌子的一家店，我靠，人真的超级多。牛油味比较浓，是老乡的做法，配个三瓣是好吃的。牛肉嘞，他家牛肉咋样？牛肉卤的很入味。喝一下他们家的这个大碗。他们家的黄酒还是比较有特色，一般的那个面馆里面就只有那个嫩黄酒。然后他们家是有三种，有那个老黄酒，还有窝子酒，就是伏尔酒。那你俩不喝点那个窝子酒，就喝这个就行了。这喝一碗都挺大的，鱼要喝窝子酒喝满了。啊，一般这个就能最多喝两碗就有点酒劲儿了。有人喝4碗五碗都。啊。又要来吃一碗他们家的面。会冒着被罚单的风险，也要来吃他们家的面。他们家生意真是好到，开着罚单也要过来吃。现在天真的好热呀，然后吃完面就是一身汗。大家还有什么好吃的一些小吃面馆，然后尽情的推荐给我吧。好，我们下期再见。